行了。没事，他就挡挡尾巴。对对对对。看到他。我们隐身呀，隐不了呀。我中箭了，没关系，哎，让他打我，操他妈！哎，我服了，兄弟。可以，我操！兄弟一匹。哎，我不在。吃了呀，吃了呀，没事。输了，我一血都没打住，他居然抢活。没事没事，他还敢回头扔飞镖？都想不到自己的死法。是。再找个圆盾，毒球晚点买，不着急。喂，啊，我正在打呢，我刚开，要我的我习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开一分钟，对。那你就自己回呗。那还怎么办？继续赶路。怎么了？这都没那你晚点就几点了？行行行。嗯。拜拜。这个是真的，我打的啊，咋的？不可能呀，他又不傻。我他妈前面在打电话，我操！路在脚下。你买的足球吧？哎。我们打的人不一样哎。啊，这个人他有身经百变，不太好杀。行，没事，不急。不急。哎，这不弄了。我要死了！路在脚下。万事俱备。优秀。可以。来比划。要不要去吃个火锅呀？嗯，有可以有这个说法。那就走，吃火锅。嗯。终于等到了，你好，江水如兰。美杜莎会不会先下午光他？他很舒服的哈、哦，不知道他有多高兴。这无意出的什么装备啊？兵线来了，帮他补吧。我靠，帮他补了一刀。救他一下。我去把他们扶持了。
合理的赏金。好。来大闹一场。我操！稍微让我吸一点点。胆变强了，这下我有人真是。他们挡不住俺。五一，可以。我们枪的话就是打过别人的五，那杀猴子太烦。五一分六百件，五一能帮他砍。各位，美杜莎手没出六套，我一出假的。他们都想不到自己的死法。我们买东西去了，你别急，别我买。没事没事，我吓唬吓唬他。你这是把他吓死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的，我怪我。优秀优秀。好快啊，我来不及救你啊。我打了半分钟了，还丝毫快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注意力都在上路，怪我。我的华丽操作把队友吸引了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一开香味鞋他就跑了。哎，我没办法。你拿眼。柯洁，你拿眼。我有，你在哪里？拿呀。我来了啊！坑一下，差不多。谢谢匿名饿送的厨子 ，Thank you。我没死啊！你怎么一个小怪？下路打起来去不了，好急！我 TP 七秒，可以踢了啊！你们要打的话，
我操！我操！死前把我捆了！哎呦！我刚刚你开大我没大，刚升级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他他妈死前把我捆了一下，好伤。什么不是跪舔啊？别人送我礼物，我总归是要感谢一下人家，对吗？就说句话，表示一下感谢。什么时候播狼人杀？看看明天，明天我想想，明天下午要去出去一下，回来之后美杜莎出什么？可以试试看。你先出个魔龙枪呗。哎，上路树甲，上路树甲。OK， 下路了，没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有大。下路来搞我了，那个红。我们全踢上了，你当心点，你全。我踢下，我踢下。我们拆塔，我们拆塔。吓跑了，吓跑了，好厉害啊！刚刚吓死一个，现在吓跑好几个。我走了，别走呀！你卖了这塔？不是有火锅，有火锅，兄弟。几秒有踢，一会儿来吃啊！来了。你先开，你先开，你先开。下路能来吗？这塔不用放的。九秒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兄弟啊！刚刚踢下来，我操！兄弟，你可以放个石化。没轮，你看我蓝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你不用放那个 C。他们就不这么刚的。JY 是没有偷开呀、啊、JY 是没有偷开，我反正从来没说过他偷开。塔这样别忘了可以修的。嗯，有空可以修一下下塔。好飞鞋，我猫飞鞋了，挺肥的。哦，我当踢的是我们自己人，我走都没走。哎呦喂！剑影了，没事没事，他没事，他有针眼。哦，没，不是他人。差点，我操！极限极限。动作可以搞吗？我有大，我在跑，我在跑。塔防没了，要来早点来。火锅。感觉来不及了，我操！看能不能开大。出现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优秀！把他们塔反推了吧。大塔没了，下塔能修吗？他修了中，我可以踢下的，我可以踢下的，我踢下搞这个古法。
脚下。你这个大树有点脏呀。还要一会儿。跟我人一样。嗯。是这么个道理。可以杀这个吗？我觉得我们俩有点危险。要有我，这个得有一个呀。我有。有人去中了。到了吗，大哥？哎！好没组，还好还好。好走了。哎，这么凶的，距离不太够。刘思成，我预感这局跟你没啥关系，没啥关系了。我就选这个热热手的。怪我怪我，练一下补刀。我的，这波我的。啊，也都没有了。动下去，动下去，我不要一按。也都被这个蓝猫打掉了。不不，我说他们的。对啊，我就是说他们的，都被蓝猫打，都是蓝猫，独立的要死。啊？搞个先锋盾，感觉有点扛不住，他们又要推下了。找点妖怪打打。别踢中呀，兄弟。我能踢。哎，我他妈怎么把 TP 取消了，直接飞走了？对啊，我也看呆了。我也看呆了。我看地图上有一个小点，小紫点就往那边飞啊飞啊飞。哎呦，我好容易被那个对方搞晕了。有踢吗，夏洛？再踢一个！我踢掉死的，哎，都隐身了，隐身了，隐身了。没事，他们不敢过来，我开大了，风路大。他们人可能没走远，开完小心点。预感你要中箭，打电话。为什么？我这么灵巧会中箭吗？因为他要射，他们要打他们。我技能 CD 了，悠着点，我没大。哎，下路。那个棒子能不能去？可以，优秀。啊！我操！这活活弹，谁在给我弹呀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起飞！在这波团战的背后，你们忘了人吗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打断了火猫的 TP， 不用吹了，不用吹了，看到了。讲道理，我这个大树真脏，好吧？是看到了，是的，是的，多无奈的一句话呀！老让我投你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受不了了。猴子飞鞋。找点架打打。喂？买这种大树不吃经济团战就能打控制，对吧？还要辅助，那怎么办啊？不是我这修塔，那你要怎么样？什么叫有人？那怎么办？人家等我。不是，我不是跟你说了。你要不然逛会儿超市啥的。我现在19分钟，对面已经被打得很爆了。嗯。是有隐身的吗？
好，嗯，拜拜，嗯。哎，有人，有人。你去吓他呀！好，我去吓他。步法又来了，下路。我不能踢的，我买 TP 去，等我一下。我操，这边有视野的。这假的吧？矿开大了，真的开大了，嗯。哎呦，我被射死了！他没魂的，他三连滚滚完了。你，我冒昧三连滚的，三连滚滚我没把魂死了。囚徒黑我什么？我知道他黑我什么，我大概知道。哎！哎呦，被秀的一愣的，就他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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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寿司师傅是挺像的，是挺像的。那个刀不给力，我跟你说，做寿司的师傅那个刀是很长，我见过人家自就是边做边吃的那种，那个刀那么长，好长一个，有点像我们西安。哎，我操，可以。有点像我们那个西安的那个凉皮切凉皮的那个长刀，但是比那个宽啊，比那个窄。我们西安切凉皮那个刀特别大，切寿司的那个刀比较细啊，但是很长。当时他们都说我是寿司师傅，我还挺爱吃，就是这叫怎么说呢？就是那些生的东西吧。这个是 DOTA 二，你们都不玩的吗 ？DOTA 一玩过吗？应该很多人都玩过吧。学生时代应该都玩过 DOTA 一吧。哎，兄弟，你别出林肯呀！林肯这局有什么用啊？我没续航呀，出一个。我操！兄弟，你这个为了续航出了个这么贵的东西，太奢侈了。我他妈可以给你套呀！我不需要林肯呀！我不管，我一定要给你套。不是，我不要林肯啊！这局林肯没用，我一定要给你套。我不要，我一定给你套。那可以，那可以。不这样吧，你给我掏吧，我要。哎，把这个人吃了，把这个人吃了。多三个，下路。哎，我操！哎，你别对不起我，哎，你他妈就不能开个大啊？啊，刘思成，我开大干嘛？你开大往他脸上走呀！你开大干嘛？他妈的，真的是菜啊！不，这个逼就站旁边看、啊。哎哎，这炮有点过分了。哎呦！蓝色，我感觉他好蓝，死了，哎，死了！别追了，别追了，没粉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
囚徒房间封面，我去看一下。是吧？我的希望是真诚。哎，我去看一眼囚徒封面。十号以外的玩家请投票。但是仓颉很聪明，他知道他盘逻辑一定打不过这张九号牌，这个人，所以仓颉选择了用自己的真诚来感动大家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不可以，肯定不救了呀，这还救个卵、啊、兄弟你都没活你怎么问这话呀？对，我是摸金校尉，没错，大家好，我就是摸金校尉，我就看一下。僵了呀，怎么跳到这个位置啊？距离不够，哎，这个莫不是能干？我靠，怎么出来了？叫我一声，我们可以干他了。想调戏他？啊，我看你一上我就跳过来了。我们要不要开悟搞一波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来来来，这么老是不是车打好难？搞一波，搞一波。继续赶路。我没粉啊，你没有吗？我这也。他有蓝有粉，蓝有粉。筋斗云哪儿去了？会的，会的，会做的。好像不在这边，我操！哎。把我们踢了，好像，哎，英雄，好，故意，俺该把你埋哪儿了？在这儿呢。他丢了个魂，这个意思，他跑那边去了。你们去堵他，等他回来好。逼他一下，逼他一下，有没有人逼他一下？我给他套个灵犬。他逼他。优秀，他被套路了。Teamwork， 被套路了。啊，对，是那个 DOTA 一的老大，没错，很早以前 DOTA 一的老大。这波可以啊，智商碾压。兄弟，是的，智商碾压。我他妈空大了一个。没关系，这都不是事儿。把中塔破了吧。他吸不动，我操！是吗？从初中到现在，哎，那好，好惭愧啊！中间好长时间没做那个视频。没事，爸爸的 CD 快。对啊，你那个大招又不值钱。我操！我他妈被射中了！先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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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下！弄他一手，弄他一手！东西弄！他没飞上去，短了。关键时候不能短呀，兄弟！关键时候被我低了呀！可以可以。吹一波，吹一波。速度慢了呀！短了，短了，短了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还要推吗？肯定啊！来了，我来了！你他妈来呀、啊，炮台！
让开让开，给自己个束甲。有粉吗？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被秀死了。打不过了，火猫还有十五秒，走吧，快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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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钱已转手，逃不是做我的作风呀。肯定是啊，肯定是 DOTA 二玩顺手，不想玩 DOTA 一。你要给这个作风了。最后达成了没有？不是刘思昌，你赶紧弄个电锤啥的。他妈的，你这美杜莎一点用都没有啊！我不是开的大吗？不是你，猴子上来切你，你感觉都打不动人家，不掉血。那分身一开，你就直接瞬间没了。那要你何用？我给你套林肯。哎呦，你好好的，好好的，好好的，好好的。对你这样说，我也能出个林肯给他套啊！你又我也想出林肯了，我也想给你们套。我要出引刀了，我要出引刀了，讲真，我要出引刀了。我的我的，怪我怪我怪我！哎呀，不是复盘，我的那个名字没改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的房间名字没改，一会儿死了出去改个名字。哎，下路给我电锤了。对的。来来来，让他来。他慌了，他知道我在这里，他慌了。走了走了，吃个福去。看到你了吧？是看到我了呀，要不然你觉得他们不搞你吗？凭什么？我有林肯。你有什么用呢，林肯？别人捆了你就把你打死。你是最大的，这个猴子干你管不管你有没有林肯的呀？我操，这谁干的？好给力！我不见了，是不是开大了？你们跟得上吗？我看到人就飞了。哎，你要不然弄个蝴蝶或者蝴蝶雷锤这种怎么样？不是出了雷锤吗？我操！哦，就我的意思是再搞个蝴蝶。喷他呀！你说他妈的，我出什么都跟你有关，操、啊！干你妈张耳环！啊没有，我只是给队友一点建议。有道理吧？看我的 ID。我觉得前面四个字很有道理，后面三个字更有道理。后面三个字是像真理一样的。咱们怎么说？这波干了还是什么？不干。先送一波吧，我们。可以送一波吗？我们在讨论你的问题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我看你们开悟了，你们想干我看出来了。但是他们他妈的全缩了。他们没眼啊那里。哎，这个泡沫想干嘛？泡出来的。这泡沫白给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抽一下呀。去把中路线带过来啊。带过来，下下下。美杜莎出去下路吧，守一下吧，要不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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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。那我溜了，你溜溜溜溜，你溜他们少个人的。我们还可以拆火锅，是拆火锅是个。我拆拆 TP 了。啊，对啊，我跟朋友溜着点。我跟朋友吃完饭就回来了，就播一会儿。上路这么多。可以。下路踢了一个，
我吗？别慌呀，你是个美杜莎。你没美德，兄弟，没美。别怕呀，他们不会强奸你呀。没有没有，我就说一下，下周期待的好吗？我感觉你的语气当中透露出来的是畏惧。他们连野都不敢打了。开火锅。这么怕的啊，我是林肯。哎，你这线没带过来啊？我操，看看，丢我，看到没？哎，我操你妈！什么？感觉我正左手，有粉吗？操这个！我操！我他妈点错了！我点错了！可以这个。完了。是，我们是安全区，好吧？啊，有人吗？有人。有。我动不了了，我动都动不了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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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都跑光了？对呀，TP了。是的，这个大圣突然间 TP 了，我知道了。美杜莎没给他套林肯，他没有安全管就 TP 了。美杜莎是给我套的。毛，我他妈 TP 一秒钟就取消了好吗？我们没反隐，我们没反隐，我上去动那个。我以为地上我擦针眼了。一开始没有。这里看不到。蓝猫，你飞的我怎么掉了两个？我们两个去切后排了，没针眼。猴子 A 杖什么用啊？可以替五个是吧？还是得出 BKB 啊，我们这美杜莎太废了，他妈的刷了半天没用。啊，再买一本。能不能把这火猫偷了，改改改改改，我就上来随便播一下，结果忘改名字了。不要慌不要慌，马上改。他们打不住啊。我操，冒出来个破木。算了，我棒子 CD 就不去找他了。是的呀，这个菜鸡已经有玩头了，你们可以慢慢打，好吧？我要把地图点亮。你就说别去那边，好危险。啊，没事，我不杀他，我是来刷兵的。好。还差一点 BKB， 很关键这个道具。妈的，团战里面被他们放风筝放了两百多次了，前面优势太大，不想出 BKB 的。这 POM 这剑 POM 在那里啊，可以能偷了吗？他看到我了，他跳走了。哦。哎，这救不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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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不了，病救不了。跑得来啊，走走走走走，救不了，走。我们美杜莎不在是打不过他的，这猴子。我在啊。你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兄弟。他怎么死了？他刚被猴子踢了一下。哎呦，你就
兄弟，他在说我，那个头像黑的。不是大树死的时候你还没到啊，兄弟。我在啊，我在他床上。你在个卵啊！你死的时候你根本没人。你妈睁着眼睛胡说八道。看看上路可以干一波，打不过会。我操，这是真的！优秀，优秀，救他一手，快踢上路！我这分数太多了。哦，这个大可以啊。唯一的不优秀就是没套林肯。确定不是我这个大云锤给力吗？火猫直接被我秒了。你这个就不夸了，我们经理，你这个优秀，我已经不想用语言来表达了。哎，我怎么还中了个流星啊 ？POM 在旁，你又死不了。兄弟，你跟我说 POM 在旁边，我们也没办法，看不过对啊，打不过你啊，兄弟。看到 POM 了。没有，我说要别怕，他是打不过你的，搂不了。你现在这个林肯有用了，把他蓄灵刀。哎？我还怕他虚灵秒我了，我套了个盾甲。我先去刷些等级吧，我射到25级再。我已经25级了，可不可以分点经验给我？可以啊。带我去刷 boss 吧。我可以打肉啊，干嘛不打肉啊？打打打，快，我要升级。他们火吗？还没有。我要吸三个。感觉好爽。这二级属性比较屌吧？蓝猫不拿吗？蓝猫拿。我感觉蓝猫拿盾屌一点。蓝猫拿，蓝猫拿。他去杀人了，快走快走！来拿盾，来拿盾。拿盾。啊！他们要打。我没大了。我没喷，他妈没看错吧？别慌，别慌，我们可以推。哎，这个必要送。我差一点。哎呦，这次，我感觉我智商被碾压。老弟，推不了了，好像没有超越。又推不了了呀！哎，美杜莎，你耗一下行不行？你他妈的！他去下可以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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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猴子蝴蝶了吗？自己看呀，我也不知道。装备很强，被他这样带线不是办法呀！啊，刘思成，你稍微刚一点，上去随便摸两下塔行不行？开五，开五，你自己说就可以。就拿下。或者你跟个飞鞋，要不然啊，你跟个飞鞋，他这样刷。有点遭不住啊！注意 A 上，注意 A 上。无疑只能交给蓝猫了呀，我们搞不定他。好的。
哎，这个人跟我杀了，怕我们去找你了。我没有了。你这个溜子用的很好。粉，怕。哎，我这里过不来啊，兄弟。南方有盾的。那个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操，你又被困了！哎，我状态不好，我死了呀！我死了，妈屁，巫医在哪里啊？我操！找你啊！还可以，这个自杀很牛。回血了，但是早点自杀呀，我们都死了。这个引刀这么凶的啊，凶个卵呀、啊、我他妈的好难。我是兄弟啊，你怎么死的？这美杜莎又死了，你他妈是你是美杜莎还是火枪啊？看我名字。我操你妈，你他妈选个美杜莎一秒躺有什么用啊？我他妈站在上面，看我名字，把卡点成半血，你们都在后面看。我去改名字了，好他妈菜啊！改一下名字。改好了，怪不得原来是这个锅，怪不得要喷你了。嗯，输出够吗？电锤没用啊，还不如换成冰眼什么的。你他妈要出大电锤的、啊、兄弟，小雷锤当然没用啊。我想先出个冰眼。先出大电锤吧，大电锤，大电锤，有猴子，猴子分身，你只要套一波，你就那个这个就来，兵线就来了，猴子的分身都是钱。因为美杜莎装备太菜了呀，他跟不上猴子的装备。加速，加速吧。我的那个没拿到。嗯？什么东西啊？算了，红包出大根了，这红包有大。因为他菜，他能让猴子冲进他的身削他蓝，就是他菜，知道吗？他开个大，开分裂剑，猴子分身不是一秒没，凭什么被耗蓝？在砍树啊！我来吃人了。哎，回来救他！来了。优秀。这波总能上高了吧？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猴子是买的，是吗？人家买货。这哪个猴子啊？肯定是对面的呀！我他妈会问自己吗？可以，没毛病，我觉得。
好惨，他们又吃了我一个大晕船啊！这逼不没光了，谁敢过来？拆呀、啊，别跑，拆下路！你在拆啥？可以，凌晨拍到用处了。兄弟，上路！哎，打完等我个五分钟啊！打完等我五分钟，打完等我五分钟。拉死他！对啊。先撸一管再说。拉个屎，拉个屎，等我五分钟。他妈的，本来半个小时能搞定的。吓我一跳！我说可能是粉丝都对呀、啊，吓我一跳。对啊。难道不是大圣玩的好吗？大圣杀了23个人。别搞我了！赢了赢了赢了！宁波人可以啊，宁波人。哎，收个助攻。老猫自嘲啊！哎，听说你们那边那个老虎很猛的。我操！我他妈中箭了。哎，为什么你们那边那个老虎那么凶悍呢？你觉得是你厉害，还是你们宁波动物园的老虎厉害？宁波动物园老虎厉害。不，我觉得还是你的美杜莎厉害。没遇到我，遇到我他就被我咬死了。我觉得还是你的美杜莎厉害。全部加我想问你这么说的话，你我想问动物园什么时候可以看美杜莎有救动物吗？把它放进去。哎，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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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被闪失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你预言失败了。好好，我去拉个屎啊！很快，很快，很快，五分钟，五分钟，很快。先看看我打了多少输出。